最近石头真的太多了，还有好多没切啊。哎呀，下班了，哎，这下班速度快啊。老哥啊，发财了发财了，你真的是为我素材操碎了心啊。这些已经没切，已经结束了啊，下次记得买排骨吃啊，不要买石头啊。老五你好，有两个小料帮忙看一下，能做什么东西？蓝水的想做个无水牌啊，沙料想做个千手观音，顺便看看这两个小料品质怎么样，蓝水看看有没有界面啊。哇塞，这个做界面呢、啊、翠友，我去，发财了啊。通了，太过于普通啊，就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用啊，等我有干金又要说啊，是冰鸟啊。这个也是冰鸟啊，这个是干金啊，最近又来了一些干金，说这个是这种是冰鸟啊，这种其实还要勉强说也是糯冰，也算是糯冰，但是是新冰鸟子啊，就这种货做货是不起货的啊。这个还行啊，这个要做的话也可以做啊，就做出来价值不高啊，这种是蓝水料啊，这个是蓝水料，它这个蓝水想做无事牌是吧，做货的工钱会比料子要远远贵得多啊，这个就是料不抵工啊，所以没有必要做啊，你要做也可以去帮你做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帮翠友加工啊，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给他加工完了然后不要了，货都不要了，挣了我一笔工费，我操，这样有点像那种大理石，对我刚才看了一直在笑，这不就正儿八经跟家里那种老家那种石头一样的，这个就是正宗后山鸟啊，邮费有点贵啊，崔友，没必要切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干啥用啊，这个给它装回去了，那就这些，给它切一下就下班了啊，上班上班。豆腐渣，下一块，我们就切这个开窗位置最好的啊。哇操，这个是啥呀，跟粪一样啊，黑黑的。哇、哦、顶级油青顶级老油青啊，又是油青。原来这就开窗这里有颜色，它这里又没了，它就开窗这里有色，没用啊，这个太干了啊，没啥用，这个也凉凉啊，赶紧搬出去，来，赶搬出去给翠友报喜来。老油青啊，哇，老哥发财了，顶级老油青啊，哦，这块也是啊，哦，这个也是啊，全是老油青，这个，这有点嘲讽啊，这个听到有点气死啊。这个切开了没啥用啊，你看这边是寄回还是丢掉啊，这个有点下班下得有点快、啊、对啊，一点看点都没有啊那我们就下班了啊，就我们下期再会了啊。这个一箱又要满箱了啊，翠友们又要发财了，过两天又要开始送大理石了。